个奇怪的行为，右边的字，他在甩头，然后张嘴，好像想要吐东西，还是要甩东西？也许他刚刚吃了什么吧。吐时间。少。对啊。对啊，我看得出来，有一只已经趴下来了。因为他们都从那个，就四面八方包了。对。但其实他们在那边也是逆光的。像我们这边来的，因为他们一直在靠近他。等一下，我先抓抓。可能痒的时候是真的痒。可能。我觉得他们长得很秀气，他就拍照了，拍照就觉得好像长得很秀气。要帮对面那个人拍照说起，咱们不是开路径哈。对啊。人家鸟还正面的。这两只胖瘦差蛮多的。那会龟母啊？是哦。有可能。啊，好热哦。啊。戴着羊帽子。哇，忘了拿帽子下来。好近啊。他吃瓜牛，是哦。我给他夹一个瓜牛。哪一只？右边那只。